新出了一把武器，哇擦，这把武器差一点就是梦想，命中不低，伤害不低，单加属性好，这把武器三攻就玩凌波城，超级赞誉经脉，比非专用的武器能看出来一定要好了，787减去75，不打宝石命中712，加上出伤662，初始伤害899.33，双加的话这是39，因为这把武器必定极限熔炼，乘以限度成长0.57，加899.33，加上宝石133.33，这把武器最终的伤害是1054.89啊！这把武器你要问我能卖多少钱的话，我觉得卖个10多万是没啥问题。咱们反推，如果一个175的化圣9层号带个1050的武器啊，它的成品价格的话大概在27万到25万啊，你再减去宝石钱，宝石钱大概是7万，27再减去一个7万的宝石啊。七的宝石，然后再减去4万的神器。如果你神器满的话，就不说了啊。看神器，神器得弄4万啊，4万神器，7万宝石，11万啊。也就是这把武器的话，我觉得大概可以给号加个10多万啊，加个16万。空号化圣九，化圣九层带鲨鱼啥的，咋地得4万啊？摆个20多吧，好吧。这号以后就是 PK 号了，这武器一点没毛病，因为仙族存伤啊，女凌波。武器都出了，鉴定灵士，不过鉴定灵士就他妈跟送钱似的没区别，不想给你鉴定灵士。哎呦我去，这身装备任务好舒服啊，晶晶罗汉，然后两件核心装备是不磨，武器缺个不磨。